不行，这不行，还有那个衣服，衣服也不行，这个照照。哇，以翔爬到最上面去了，哦，很喘哦。如果在上面跳就是砸到天上任性，像八五折也才1300多。那我如果很晕，我就是给他，不是我就不会这样子跟别人。好干净，好干净。我看你吃多少，我再跟你赔偿。我们可以吃耶。哦，不错哦，威奇也爬上去了哦。你少林也要吃个10天以上。在哪里了？我是这个很多人吃。哇，以翔很有力气哦。不妨要卷起来，他就爬了。哎，好。可是我吃这个要感觉伤到你啊。